吴思明师傅你好，你好，Grace。2020年鼠年呢，有一些朋友是出生于虎年的，那么虎年的朋友在2020年鼠年，他的运程如何呢？那这个是老虎这人呢，在十二生肖里头，这个动态是最旺的，这一我们叫一马作主，所以呢，他喜欢外出，常常都坐不下来的，越动越好。那事业方面呢，属虎的朋友。那事业方面就看他事业是做啥了，比如他就办公做后边的，那就是马马虎虎了，啊，这是又有马又有虎了，马马虎虎就是不是太顺了。要是多出去动一动，走一走。对了，比如他做那个物流的、旅游的、运输的、国际贸易的就非常好了。那么会跟财运方面也有区别吗？有分别，原因进中就没啥财，但是越动财越多。所以就是要可能多出去走一走，动一动，对了，尽可能多交一些朋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爱情方面呢？爱情来讲呢，动就有一个有得有失，就变成犯了孤独心了。说爱情太淡了，就没有太强烈猛的爱情。就是赚了钱不一定有爱情，太可惜，很难两全其两美。全其美。那接下来问一下他们的健康方面会怎么 健康来讲呢，这个老虎是有些血性在里头的，所以呢，尤其常常外动，就小心注意容易意外，所以呢，最好在年初的时候检查身体，验肾抽血，或许去捐血，把有可能的血性给破掉。就是去验身。提前把那个血光之灾用掉。对，谢谢。谢谢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恭喜。喜。